哎，这边一张床怎么睡呀、啊？没事，我睡我的帐篷。没事，这床也够大。要不我让你睡里边。我凭什么睡里面啊？你不愿意睡里面，那我睡。睡里面多好啊，多有安全感，像寝室一样。就是睡寝室条件也没这么差呀、啊。床不能睡得太高啊，万一半夜睡毛了，啪嚓就摔了，摔傻了怎么办？床太高太危险了。会有什么样的危险？你说野兽来了，他是费劲撕帐篷呢，还是在床上吃现成的？你要有野兽的心思。你别费心思了，先到先得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换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看看啊，一串钥匙，一卷卫生纸，还有两个双面夹，够不够啊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不能睡的是书，盖的也是书吧？哎呀，我这还有不少呢，你别跟我客气啊！我没跟你客气。哎哎，哎呀呀，蒙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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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床上睡，睡觉，睡觉，我去，出去！看见没有，直男专用。今天呢，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呢，主要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的生存常识。关于食物这件事呢，我个人承包了，吃好不敢说，但保证大家饿不死。你闭嘴，我还没说完话。至于饿到什么程度，那就得看大家个人的饭量。还有你，你要穿纱窗，你这个服装严重的不合格，根本生存不了。我觉得你的世界观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你明天没有饭吃。说话呢，你也没饭吃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吃饭呢。一天天就知道吃呢，不吃干啥呀？啊，行行，吃吃吃吃吃。哎，瘦的脸蛋都没肉了。地球已经进入全面休眠状态，所有电力系统将在10秒内全部关闭，倒计时开始。亲爱的，我不能就全没有你了。一会儿啊，没有电，谁都不许尖叫。啊，兄弟们，救命啊！给我整点水，不要温的，不要凉的，再给我拿点那个吃的饼干，要无糖的啊。你说你要这要那的，想干啥你自己去呗。助理是我自己的，我让他干啥就得干啥。他是你助理，又不是你佣人，喝个水还得是温水。我胃不好。吃个饼干还得是无糖的。我牙不好。我看是你脑子不好，我脾气还不好呢。你们都别吵了，在这待着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电也没有。这个破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待了，再这么待下去根本就不行。那你啥意思啊？当然要出去找人问一问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。哪有人呢？惊讶不都说了吗？现在地球上就咱们几个。你不出去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啊？反正这个地方我是不想待了。但外边野兽都放出来了，多危险啊！哎呀，不是，关键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找机会出去，对不对？这出去谁出去？出去干啥去？怎么出去？想了吗都啊？那你说具体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？我不管，反正一会儿我就走。你们要是愿意在这待着，那你们就待着吧。我觉得还是这儿比较安全，起码吃的喝的都有。我才不出去呢！你们要出去遇到我经纪公司的话，让他们赶紧过来救我来啊！哪有心思管你，你自生自灭吧！你怎么跟我哥说话的？哥，要不然我们跟他们一
一起出去吧。不行。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怕危险的。谁担心你了？你要出去了，谁伺候我呀？那个洛什么来的？你出去以后，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？我没想过，反正我就不要在这待着。那万一出去让狼吃了呢？我倒要看看哪个狼敢吃我呀！放哪儿了呢？妈呀！小西，你在这里头干啥呀？干啥呢？哎呦！不是，你干啥呢？你们躲起来呢？你在干啥呀？不，你们都干啥呢？你们呢？都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晚上没听见狼叫啊？没有啊。你没听见？没有啊。你应该听见了呀。没听见呢。你可是躲起来的呀。张金亚不说了吗？他把动物园里边的狼全给放出来了。动物园？那动物园离这五六十公里呢。再说，那狼有别的小动物吃啊。啊？对呀。不能这么快。是，哎呦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看你这窝的，哎呀，仗着你瘦点，哎呀，难受啊！哎呦，这么冷，我怎么这么拉呀？不是，你们把这罐头放哪儿了？我找半天呢。没事，小齐啊。哎，有没有人帮我一把？帮我把轮胎挪开啊！哎，来个人啊！行行好，不行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哎呀，来人搭把手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在门口看着一瘸一拐的，我就给他带进来了。啊？怎么的了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，忍着点啊！那谁呀？你把我最好的一条裤子给我揽坏了啊！救命要紧，还裤子？哎呀妈呀！疼疼疼疼疼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疼！哎呀！我跟你们说呀，可别瞎子这溜达，外面老危险了。我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看见没有？我要狼。